这里传说中离神最近的地方，绵延千里的极地净土，象征着世界的永恒，也掩盖着永恒背后的秘密。为使众生免于惶恐，慈悲圣法遮障了不为凡人所见的真相。创造与毁灭本就是共同的起源，离神最近的净土也是与魔比邻的地狱之门。然而被封印的总会挣脱束缚，一如被威胁的总有屏障庇佑。一首在守护圣者间秘传千年的镇魔曲，就这样在每逢危难到来时，延续着也记载着这脆弱的平衡和安宁背后一代代天命者的牺牲与守护的传奇。
新一代的八部神众。苏醒吧，那些看似脆弱渺小实则鲜活倔强，孕育着所有可能的人性力量。那力敌山河的勇气与担当，那不忍不忘的抱负与决绝，那兼爱万物与通生灵的纯净之心，那追寻正道坚守信仰的虔诚之力，那足以运转星辰参透过去未来的慧眼至心。苏醒吧，正魔曲已再次响起。